兄弟们，又来个直升机马桶人，要小心啊，大蛇脚人！我要他尝尝火箭炮的威力！干得漂亮！前面还有几只，给我狠狠地揍他们！给我通通用火箭炮轰死他们！我又来了一只！大蛇脚人兄弟，你没事吧？为我们的大蛇脚人兄弟报仇！兄弟们，快瞄准他发射！监控人们开始使用激光枪攻击他了。哎，那个直升机飞行导弹马桶人逃跑了！啊！又两发炮弹发射过来了，小心啊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没事了吧？啊！好啊，竟然也击中我了。兄弟们，大家都还好吧？还好。再撑一会儿，我们的支援要到了。哎，支援果然到了，我已经看到我们的支援了，是无人机阵营派来的机甲，太帅了！无人机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，给我狠狠揍那些可怕！那什么？无人机运输机被击落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，无人机兄弟。啊！什么？刚上场就嗝屁了！啊！是人形普利斯马桶人，完了！他怎么又出现了？他在那比划什么呢？他看向我了！不要啊！你没事吧，兄弟？我没事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呀？那个人形普利斯马桶人的实力很强的，大家听我指挥，我去操控机甲，你们在后方给我火力掩护，相信我，咱们一定可以战胜他们的。兄弟们，拿起你们的激光枪！来吧，接下来让你们这群可恶的马桶人尝尝你监控人哥哥的厉害！来吧！哇塞，我还是第一次操控这个机甲呢，这手感还不错呀。来吧，这无人机阵营研究的机甲也太好用了，真不错呀。这激光炮威力可比我们监控人的激光枪厉害多了。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吧，解决掉了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瞄准发射。哪里还有啊，兄弟们，是那个人形马桶人，你竟然能在空中飞！我就不信我打不中你！瞄准，发射！哈哈，击中了！别以为你会飞，我就打不中你！方圆数里开外的马桶人，只要你们敢露头，我通通轰死你们！又来一只，我看你来找死！发射！哈哈，两发榴弹炮，我看你还嚣张不嚣张？哼！又来一只，不错，还轮不到我动手，兄弟们就已经解决掉他了。哟，刚才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，兄弟？哼，这下不嚣张了，准备受死吧！啊，什么情况？完了，机甲快自爆了，我得赶快下去。刚刚是什么东西？快跑啊！兄弟，快跑啊！那是个生化兵！啊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去，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拿着喷火枪的生化兵！啊，兄弟们！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你们啊！这里有一个更大的，我去，他的防毒面罩打开了，我去，他的样子也太瘆人了吧！啊，他看向我了，不，监控人同伴，你这个人形马桶人，啊，我的监控人同伴们，啊，别过来！不，谁？不，是男音响人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来的太及时了！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快让他尝尝你的厉害吧，男音响哥！我去，这蓝色的闪电又是谁？该不会是无双吧？哇，果然是无双！我们来晚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们干得太漂亮了！哎哎，他又站起来了，他看起来很愤怒的样子。不要担心，我去，粉衬衫监控人也来了，发射出的那是什么？那是麻醉针吗？看他痛苦的样子，我心里贼解恨呐！我去，直接一剑 KO 掉了。你手中的那把黄色长剑也太帅了吧！那边还有呢，这都是什么马桶人呢？都没见过，看起来实力很强啊！你们三个能对付得了吗，兄弟们？接下来轮到咱们三个表演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哇塞，这联盟三帅也太帅了吧！能不能加我一个？咱们组成一个联盟 F4。好家伙嘞，这无双战神的闪电般速度，打的这些马桶人是毫无招架之力呀！哈哈，你会喷火又能怎么样？你个子高大又怎么样？根本都捕捉不到无双战神，无双只是轻微的受了一点灼烧而已。联盟三帅再次集结。我忘了这边还有个更大号的。我去，这家伙伸出双手在干嘛？怎么发生爆炸了？竟然召唤了两个飞行导弹马桶人！我去，无双他们三个能战胜他吗？让我们下期再见。紧接着上一集的结尾，这集开始了。无双、男印象还有男监控，联盟三帅集结了，还是那个熟悉的人形马桶人。他在看我吗？他难道要攻击我吗？我去，他伸出双手，一副生前在握的模样。周围怎么发生爆炸了？
哎呦我的妈耶，后方从哪冒出来两个导弹马土人呢，还这么大，小心呐兄弟们。还好没事，他们开启了能量护盾，男音响和男监控都飞起来了，无双也飞起来了，联盟三帅接下来就靠你们了。好家伙，双方已经展开了激光对拼，整个战场火光四起，爆炸声不断。男音响已经开始攻击天上的这个导弹马桶人了，我去，男音响在他的面前显得也太渺小了吧。这边是男监控，他又掏出了他那把绿光剑刃，扎了马桶人一下，迅速逃跑。看得出来，这个马桶人很痛苦啊。下面这是无双，无双在对付地面上的这几个。这快如闪电的速度，我只能看到一道蓝色的电光闪过。这面罩的巨型人形马桶，他要干什么？怎么迸发出了一个蓝色的光圈？无双被弹飞出去了，无双好像被击中了，看他的样子，行动已经有些吃力了。男音响又攻了上去。好家伙，这个人形马桶手中拿着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，竟然也能发射出雷射激光。男监控在旁边吸引火力，男音响人趁机疯狂地锤击着他的头盔。男音响人被抓住了，糟了，男监控人当心呐，差一点就被击中了。联盟三帅在这些马桶人面前显得也太弱小了吧，感觉胜算不大呀，再这样下去根本没有赢的胜算呢。又一发炮弹射过来了，还好男监控开启了能量护盾。他在干什么？伸出手臂要干什么？我去，这个人形马桶人又开始发起激光了，我去，他竟然把能量护罩给吸收了，这是什么离谱的操作，我的妈呀，什么，他竟然将能量转化成自身的力量，不太妙啊，兄弟们当心呐。没想到这个面罩人形马桶这么强啊。他瞄准我了，妈妈，我还不想领盒饭呢。男音响，你没事吧？男音响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是那个喷火的生化马桶，他朝着我们走过来了。无双和男音响也有危险，可恶，该怎么办呢？那个面罩人形马桶再次卸下来了面具，他现在的样子好欠呐，难道我们真的对付不了他们吗？我真无能啊。什么情况？左侧发生了什么？我去，谁把马桶人击落了？这里有一把火箭筒，我也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来吧，给我嗝屁去吧。无双，男监控，你们俩快跑，快爆炸了。身为侦察员的我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吧。这个导弹马桶人在攻击谁呢？我去，蓝色的激光炮弹，好熟悉，该不会是我就知道是你，泰坦监控人，你可算来了，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吧，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马桶，待会儿泰坦监控人就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泰坦监控人，你可要加油啊，我们都靠你了。他又站了起来，他戴上了面罩要干什么？他飞起来了，他要去哪儿？他绕到了泰坦监控人身后，小心呐，泰坦监控人，他在偷袭你！我去，竟然被他躲开了！还是击中你了！那你什么？这家伙竟然开启了能量护盾！什么？泰坦监控人被击中了，他的镜头被扎中了！泰坦监控人，这家伙怎么这么强啊？他跟季曼一样能开启能量护盾，太恐怖了吧！什么？他的小弟也还在？这两个人形马桶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屏幕前的大家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名字，他们看起来很像生化兵，暂且叫他们生化马桶人吧。什么声音？是谁在说话？是这个生化马桶人在说话吗？他又打开了面罩，他嘴里在嘟囔着些什么呀？他伸出了胳膊，一团黑烟出现了。他要干什么？什么？他们要逃走？泰坦监控人，快攻击他们，别让他们逃走啊！千万不能让他们跑掉啊！可雷，他们还是溜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泰坦监控人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们都很棒。我已经不行了，对不起各位，我先下线了。什么？是泰坦监控人来了！兄弟们，我们有救了！泰坦监控人来得太及时了！嘿，伙计，他快要不行了！兄弟们，
你们干得漂亮，谢谢你，伙计。我快要不行了，我们来世再见吧。我们所有人都向你致敬，他值得我们尊敬。是呀，他是个英雄。一路走好。我去，这是精英无人机人，他回来了，这里应该是无人机阵营的基地。我回来了，有何指示？欢迎回来。点关注不迷路。